国使用原子弹并不是麦克阿瑟能够敲定的，而是需要美国众多的高层议员一起商议过后才能决定的这个事情，所以这也成为了麦克阿瑟垮台的原因。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之所以没有使用原子弹，不光是对于苏联的忌惮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整体地形并不适合原子弹的投放。当初美国之所以会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，也不是随意而为之的，最大的原因便是两座城市都属于日本重要的战略城市，其中广岛则是拥有着大量的军事基地，而长崎则是日本最重要的港口城市，一旦重创这两个城市，便能让日本方面丧失大部分的战斗力。可是在朝鲜半岛上，由于其他地理位置的原因，让整个战场上的军队都处于比较分散的位置，如果将原子弹投放在这里，所造成的伤害效果还不如轰炸机一轮轰炸杀伤力大。除此之外，美国在国际上不断强调自家的原子弹，也让众多国家心中十分不喜，所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，美国只能选择偃旗息鼓。要是再像以前那样高调，那他可能会受到许多国家的讨伐，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。而且如果他们继续之前的行为，还有很大的可能会让苏联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加入到战争中。一旦苏联方面加入战争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这样的后果。而毛主席对于美国方面的一再炫耀，一直都认为原子弹只是美国为了唬人而推出来的东西，因为如果美国肆意地使用这种武器，那完全是在自取灭亡。届时不光是那些敌对国家会联合起来对抗美国，就连美国曾经的盟友都可能随时倒戈，将矛头指向他们。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，毛主席就曾对外发表过一段讲话。在谈话中，毛主席明确表示，我们中国并不希望发生战争，但如果有外来侵略者伤害我们，那我国一定会给予严厉的反击。所以在种种因素之下，美国根本不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，最终的失败也是必定的结局。对于我们中国来说，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将美军打败，让那些原本对我国有想法的国家全都放弃了他们的心思，使我国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时间，成为了如今的世界大国。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不仅拔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，还让我们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。而随着我国迅速发展，中国的崛起必然势不可挡，我们向整个世界都表明了中国的态度，中国的领土是不可侵犯的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